防府记者会，台湾记者却不得其门而入，这又是怎么回事？你在这里啊，所以 there's no reason for us to say that we are preventing reporters from coming。但发问的记者一开始就说了，他是代表 CCTV， 也就是大陆中央电视台的记者。看来这位发言人彻底贯彻菲律宾的一种政策。台湾喜苏。Taiwan matters。